成圣是神吗？成圣是神吗？成圣是神洪恩的工作，就是他按着自己的形象，更新我们的全人性，叫我们越久越能在罪上死，并向义而活。成圣是神洪恩的工作，就是他按着自己的形象，更新我们的全人性，叫我们越久越能在罪上死，并向义而活。